兄弟，我经常说，这不在一起喝花酒的，就不是真兄弟。哎，狐狸精发青天，成了小火焰，寸寸敢打，老东西，打的慌，往死里打！哎，不要扫了大人雅兴，这不难，老疯子教给我。 哎，孺子可教，长。这是狐狸精，寸寸肝肠断，肝肠断。你吓谁不好，你干嘛吓他呀？狐狸精发青天，一入小火眼，寸寸肝肠断。狐狸精，狐狸精。什么狐狸精？ 这地区大地区的，保佑我，保佑我，保佑我身体健康，保佑我健康，保佑我身体健全啊！不会吧，这帮人真的这么傻，怎么还拜这些？工作太难了。 连衙门里都在拜，这怎么忍？保佑我，保佑我爷爷身体健康啊！哎，你们这，走，干嘛呢？哎呀，干嘛呢？你就是新来的捕头啊？没错，就是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罗刚刚。罗刚刚，你呢？张强强。你呢？ 刘胖子，哦，刚刚强强打胖胖，你我他撞撞，还有木有样？跟我进来。说，为什么拜神？大家都拜呗。说，拜的是什么神？不能说。说什么我给忘了。宫门之内，正大光明，以后再有烧香拜佛、怪力乱神的行为。 就地革职，去把巡案撤走。是，是，太难了。哼，空捕头，嗯，方捕爷早。老板娘，晚上一起赏月聊人生啊。 去你的，没正气！嗯，方捕爷，满大街都在拜神，他们在拜什么神啊？在拜狐仙啊。哪儿来的狐仙？据说这狐仙呢，每年都发帖设销魂宴，接到请帖的人都会去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么多年就没人回来过。 销魂宴有点意思啊。听人说那儿用的东西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用的油灯灯芯朝上，狐狸精用的油灯灯芯朝下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点的，不会漏油吗？方捕爷也相信有狐仙吗？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哦，那你相信有狐仙吗？信呀，怎么不信？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哦。 哪有什么神仙妖怪，不过是装神弄鬼罢了。你别胡说，小心狐仙怪罪。狐仙要设宴在哪儿啊？说是在程家沟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啊，好神秘啊！哎，这就走啊？嗯，舍不得我呀？舍不得你个鬼！嗯，不像个样子。
狐仙保平安，销魂宴上美酒香，不愁吃不愁穿，不愁黄金堆满山，一个一个来，莫急莫急，哎，拜狐仙嘞！哎，拜狐仙，一个一个来。怎么就他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圣地呀，这可是。这人是谁？这得罪了狐仙，这可不好。你看看你，狐狸的“狐”字都写错了，能不能提高一点行骗的业务水平？苦瓜脸，你心太狠了吧？啊，我起错庙，起错庙我容易吗？我现在啊，要去程家沟找狐狸聊人生，要求他们来城里面开抢夺宴，普度众生。有没有人跟我一起？我自己去。臣在此。哎，顾雪莉，你陪我庙啊？三月十五月花花，销魂宴上好风光，狐狸大仙请喝汤，一碗喝了。不是说有销魂宴吗？出来啊！五碗喝了，狐狸精。故乡。三碗。狐狸精。喝了，见。再不出来喝酒，我就回家了啊！我回去了啊！我真走了啊！狐狸精还真被我给喊了，不错，有点东西。雕虫小技。哎呦，看来是要和我玩玩啊！这手还能再夹点吗？就不能好好做一个？站住！就你那三瓜俩枣的，还想吓唬你孔爷呢？啊！你还不大不是挺能的吗？啊！看我不抓住你，我扒了你筋，抽了你！哎呀！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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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疼疼疼！好你个张驴子，你敢吓我啊？我刚才也那么想，你都不害怕吗？你说你跑那么拼命干嘛呀？你也没什么大罪，至于吗？对呀，我吓你又不犯法。哎呀！哎，我现在问问你啊。你和狐仙好像很熟，我怎么才能参加狐仙的销魂宴呢？得收到请柬吧？哦，那怎么才能收到请柬呢？这就得看缘分了。缘分？信口雌黄、胡说八道，骗人之前先搞搞清楚。做坏人是要讲的。我记得，否则同行会笑话你的。是是是，你说的太对。哎呀，看来我得努力才行啊。这样，去我家喝点小酒，我跟你聊聊人生，怎么样？好啊！好你个大头鬼啊！再见了，您们。是。鬼啊！鬼啊！鬼啊！吊死鬼！那你是什么鬼啊？真有鬼啊！